明日之子落下帷幕，毛不易一手盛夏唱哭全场，获得冠军。毛不易真的成了毛巨星了，幸亏关杨幂的造型眼熟吧。小编之前说热巴这发型一般人驾驭不了，好吧，杨幂也不是一般人，真的都是美的。有没有发现他们经常弄得和双胞胎一样，还老穿同款衣服？明日之子第三名老干部赵天宇可是杨幂的爱将啊，无论别人再好我都要选择赵天宇这样护内的人，难怪能让自己的艺人个个发光发亮。相信杨幂也是被他唱歌时的深情所感动吧，以至于现在网络上一片呼声让杨幂把赵天宇签了。赵天宇也表示过很喜欢迪丽热巴，两人再合作一部剧就皆大欢喜了。也有网友希望把孟子坤也签了，两人都是实力派啊，如果真签了，估计杨幂的工作室天天要上头条了。不过有网友出来拍醒一个事实，现在他们这么火，腾讯不可能放人啊，想想也是有道理的。如果真不能放人，那就好好捧吧，别没过多久就变成不知名了。